Hello， 早安，我是莱恩。那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天啦，第五天吗？还是第四？那么现在我们要出门啊，看到窗外有没有觉得太阳非常非常大？这时候如果你穿很少的出门的话，你应该会冷到像是发抖的猪一样，就是出门的时候啊，身体会不由自主的颤抖，因为现在外面啊才-8°，所以这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保暖啊。在上面呢，看起来它的紫外线很强。但一走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像是行走的冷冻库，整个呢，首尔市区啊，就像是大型的冰箱一样，然后即将冷冻我们这一些就是新鲜的肉品。你有没有觉得后面的灯很亮？私塾列车是很像私塾列车，私塾列车按开了之后，那个上司都会挡在另外一面的，对，那个中毒太深。现在啊，我们人在啊中路五街地铁站的8号出口。那现在我们要前往广藏市场。那这里呢，Running Man 啊，跟奔跑吧兄弟啊，曾经在这边拍摄过，所以有非常多游客喜欢来这边，就是逛逛，然后吃他们这边好吃的东西。那就今天跟来一起去看一下呢，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美食啊，或者是一些新奇的东西吧。这里是广藏市场，是韩国呢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传统市场。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啊，像是卖杂货啊，或者是卖鞋子啊，当然也有卖很多韩国传统的小吃，像炒年糕啊、鱼板等等的。那也有很多像这样的摊子啊，卖着猪脚啊，或者是血肠。在这边呢，有一个很经典的小吃就是绿豆饼，它这边。它的绿豆呢都是新鲜现场磨的，然后磨出来之后呢，加一些韭菜下锅煎，就变成很接地气的韩国小吃了。现在拿在我们手上的是韩国人气的街边小吃炸糖饼，它的外皮啊比较厚实，有点像是双胞胎的皮，里面呢包着黑糖啊，还有一些坚果，所以咬起来呢有点酥脆，加上甜甜的口感呢非常暖心。这样不会太甜吗？它的面皮是很冷，需要热量，好不好？那我说，它的面皮吃起来是像是双胞胎，还是低下去，低下去。Oh no！ 它的面皮吃起来像双胞胎，还是然后我觉得比较厚实，双胞胎比较虚，那个面皮的感觉就比较有嚼劲啦。哦，比较有嚼劲。它的蜂蜜饼呢，我个人是不爱啦，因为它有点太甜了，肚子饿了。那吃这个的时候啊，会比较注意啊，可能会沾黏到手，所以你可能要有湿纸巾或卫生纸啊，去做擦拭会比较好一点。下一摊呢，我们看上的是正餐，这里呢人气还蛮旺的。然后他专卖啊，像是这种手工刀切面啊，跟这个饺子汤，他的饺子啊看起来还蛮扎实的。他这个啊椅子上面的坐垫啊是会发热的，所以我想他下面这边应该是有一些暖炉的设备，这边呢是会发热的。那我们来试一下这间的饺子汤，它饺子汤啊一来啊有两种口味的饺子在里面，那一种呢就是这个泡菜口味的，一咬下去呢其实口感啊比较像是那种大颗的云吞，那里面呢迎面而来的是那种泡菜的味道，然后加上啊里面有冬粉，所以啊能够吃得到那个冬粉啊吸入汤汁啊还算是蛮好吃的。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韭菜口味，一咬下去的感觉啊，第一口是冲出那个韭菜的香气，然后再来是那个淡淡的蛋香味跟咸香味，那里面呢一样有冬粉，所以呢它整个搭配啊跟汤汁啊，我觉得味道是我还蛮喜欢的。那这个手工刀切面啊，我们有单点一碗，那吃起来的面的嚼劲啊是蛮不错的，不过它里面的配料啊是蛮单调的，那主要的汤头啊也是以这个海带丝啊去提出这个香气。那你看啊，戴娜吃不管是面啊或者是饺子汤啊都蛮能接受的，不过我个人私心啊是这个饺子汤还蛮不错吃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吃下一摊吧。
那现在啊，我们已经点了生章鱼，然后跟他那个麻药紫菜卷，它不是里面有放麻药或者是毒药，是因为吃的人会觉得说一口接一口啊很刷嘴，所以很想要接着继续吃，然后欲罢不能的感觉这样。那待会生章鱼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吃起来的口感是怎么样，然后亲身体会给你们看一下。추워추워이것도여기막차져버렸네아올라가네이것도추워서동물이라고해야되나죽어요아죽었잖아어저께아침에추웠어근데바다에서는왜살아바다면따뜻해好的，那现在我们的生章鱼啊已经上桌了，现在在盘子里面呢，它还在抽动，看起来蛮可怕的。真不愧啊是首尔最可怕的美食之一。那筷子一夹起来呢，神经还在抽动，但是啊它已经死掉，只是神经会做出一些反应。那我们现在吃吃看它是什么样的口感吧。看一下这只脚，它咬起来的口感啊非常非常 Q， 然后完全就是那种很新鲜的海鲜的味道，然后加上它那个芝麻油啊，跟它的辣酱啊，你可以做搭配。然后它旁边啊还有附那个海苔酥，所以你可以夹起来一起配着吃，就会有点那种香香的味道。哇！快章鱼！你觉得口感怎样？那我总觉得超好吃哎，真的假的？而且没有像我想象中那么恐怖。你喜欢这一味哦？嗯。那只生章鱼啊，15,000韩元，然后麻药紫菜卷呢是3000韩元，整个吃下来啊，大概是500块台币左右，生章鱼呢占了大概400多块。那么吃饱饭之后呢，就来点甜点吧。据说啊，女人有两个胃，一个胃呢是用来装正餐，另一个胃呢是用来装甜点。这个呢，它看起来就像一般的鲷鱼烧，它的馅料呢只有卖两种，一种呢就是奶油口味，一种呢是红豆。那我看到非常多人排队，所以我们来吃吃看。放在上面，它就直接把那个姜直接淋在那个上面。奶油啦。对啊，就是它把那个姜直接淋在那个红豆啊，跟它的奶油馅上面。嗯。它是这样成型的，然后再盖上去。嗯。감사합니다你现在吃的是红豆口味对不对？有好吃吗？完蛋了，有吃的东西你都是说好吃的，吃起来如何呢？酥酥的，酥酥脆脆的，扁皮。它里面的馅是不是很浓稠啊？嗯，超浓郁的。然后两个是1500韩元，对不对？对。1500韩元啊，大概是差不多40块而已，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哎。对啊，差不多40块啊。嗯。所以等于是这一个差不多20块左右了。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 的。很 OK， 很大。对啊，蛮大一个。我看一下，跟我手掌比起来的话，大概是2/3手掌。好啦，那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广藏市场啊推荐给大家几样啊好吃的东西啊，跟我们试验几样我们没有吃过的东西。
那不晓得你们看了觉得怎么样？那如果你们任何想要对我说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OK， 那如果想要看到我后续更多影片的话，可以麻烦点击订阅以及关注。如果想要收到更多新片资讯的话，可以开启小铃铛哦。OK， 我是莱恩，下回见哦，拜拜。我是戴娜，拜拜。呜呼，爱心。这几天呢，我在剪辑我们去首尔的影片，结果发现呢、当天我们回程的时候呢，跟一个明星啊搭到同一班地铁，那你们看一下是谁？몰랐지 여기 있는 게 좀 작아